首先，我要带大家看一个非常精彩，也是爱成生前最后一个节目录影。8月5号，他在民视录了一个新节目，是瓜哥的节目，叫《最强综艺秀》。爱成在当中秀了一段精彩绝伦的舞蹈跟唱歌，这是他最后的绝响。将会一直留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来怀念，这就是爱成的本色，爱成就是这么棒，请看 VCR。来往的人多匆忙，我不要太紧张，和别人一模样，但是你对我两只眼睛大又亮，我开始失去了主张。尖叫声在哪里？走到路好上，一颗心晃呀晃，多想要人陪我逛，累了睡在马路上，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糟，把自己爱得像太阳。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围剿当作信，却怎么也抓不住你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。So we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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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night， 不愿意思思念念谢谢去面对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相爱原本。总是这么难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。所谓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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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night， 不愿意思思念念谢谢去面对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。陈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首歌是《对你爱不完》，这就是爱陈，就是爱陈。彤彤，他说对你爱不完，爸爸妈妈，对你爱不完。